Thank you.
の新たの始まり、青春の新たの旅立ちが始まりました。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日本东京 EX 学者六本木，一同来见证我们 NSNH48 首次的海外公演。ようこそ日本東京シアター EX シアター六本木へ。そしてなんと SNH48 の初の海外公演、自ら来ていただき、応援に来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ったー。私今日の MC を担当させていただく林錦在日本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元気です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錦在日本，今天要用中文和日语双语来主持，也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粉丝是专程从中国赶来看我们的公演的，可以举一下手吗？OK， 我看到了。那剩下的就是在日本的粉丝，日本のファンの方々、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努力的用中文和日语一起给大家主持，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双倍的热情一起把我们的公演度过成一个非常青春美好的夜晚。一緒に公演を盛り上げましょ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让十六位成员一起上台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メンバーの十六名の皆さん、ようこそステージへ。どうぞ。请大家上台。Sorry，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Group。Yeah.
谢谢。谢谢。皆さんは私たちの演出楽しみにしてください。またこれからもたくさん中国でお会いできるように楽しみにしてください。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琪，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TOP16 的日本巡演。谢谢。然后，哦，上面，哦，谢谢，哦，什么？哦 ，hello， 对，然后呢，就是来到日本很开心。日本に来てとても楽しいです。然后呢，希望之后能多多跟大家在海外见面。海外で皆さんまたチャンスがあって皆さんに会えることをとても期待してます。然后我唯一会的一句日语愛してる。好，就是这样。这句话就不用翻译了吧？大家都知道。是的。好，就是这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JNZ48TMC，JNSH48TMH2 的郑丹妮。谢谢大家看我们 TOP16 的日本站巡演。谢谢大家。还行，不错。ありがとう。谢谢。非常想见面。OK。ありがとう。哦，我知道你是中国留子。啊？什么？想我是吗？我也是，谢谢。啊，等一下，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私はテータンにどう申しますか。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私は動物は大好き。4匹の猫と2匹のチェンジラを飼っている綺麗なお姉さんが好きだから、日本の皆さんは大好きで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OK， 依旧。哎，不用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听吗？OK，Hello，、okay.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Tatum's 的刘丽飞，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日本站巡演。耶！谢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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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谢谢，哇，我山顶的朋友，谢谢。哎，谢谢老哥，我好想你啊。哇哦，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哦，嗨，谢谢。来，刚刚有准小小的准备一下。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リュウリフェイです。とっても嬉しい。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耶。OK， 简单的准备了一下，然后也很开心，就是能够参与这次的日本巡演嘛。虽然说是 SH 的第一次海外巡演，也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海外巡演，然后很开心能够见到在座的大家，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可以来。中国来我们广州看看我们的公演哦，谢谢大家。我们有很多团，广州、上海、北京、成都、重庆都欢迎大家来哦。まあ皆さん、広州で、広い広州で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また SNH48 も中国の各地にステージがありますので、ぜひ皆さん中国へ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可愛。じゃあ次の第二排的メンバーお願いします。拜拜。首先请他们各位下一场，稍微休息一下，马上会跟大家见面。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黄子六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京站的巡演现场。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高一です。今は BJ48 のメンバー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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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ありがとう。好，然后关于。关于东京这次的就是初次来到东京进行这个演出，然后其实六月份的时候我有来过这里，当时就是也是作为粉丝来观看台上这边的一个偶像的演出。実は今年の6月に東京に来たことありますね。とあるアイドルのコンサートを見に来ました。初めての東京公演はとて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皆さん楽しんでいきますか？大家開始吗？日本のファンいますか？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曾爱佳，非常开心能在这次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耶、谢谢谢谢。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 你好，哎，かっこいい，嘿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大家，耶、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曾愛佳です。今日は公演はすごく幸せ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然后呢就是
非常开心能够在东京进行巡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跨国演出嘛，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会有粉丝来 call 我，就是非常开心能见到你们，谢谢。然后呢，也希望这次就是在座的粉丝能看得开心，然后毕竟这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也不知道是否合大家的胃口，但是希望就是这一次的就是大家的有些是从中国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到东京的粉丝嘛，然后就是不远万里看到这个演出，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谢谢大家。Yay! 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中国看看我们这些48的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们，谢谢大家。然后也可以看看我，我是 Kowa 现在伊玛瓦 GNA48 的 member this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我是 SN48 Team Two 的周世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东京巡演。耶！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阿里嘎多。好，谢谢。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女子です。然后很开心这次能够在家和大家在东京见面，然后呢也准备了我们这次的巡演嘛，是我们的新歌，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就是第一次见到在日本的粉丝，很开心，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来中国看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今日は新しい歌を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とても日本のファンに会えて嬉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た中国で待っていますので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ね。Hello， 大家好，我是 SN48的宋欣冉，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东京巡演，谢谢。耶！谢谢谢谢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哈哈，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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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娜，谢谢。谢谢。啊啊 thank you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宋新郎です。
就是今天很开心在东京巡演见到大家，然后就是特别这个心情特别的兴奋激动，然后又有点紧张，对，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看我们的舞台看得开心，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吧，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今日私の気持ちは今とても緊張してワクワクしてます。皆さん私たちの舞台をぜひ楽しんでください。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Mento 的白馨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东京巡演。耶、好，谢谢。什么意思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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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谢谢。好，波波，谢谢谢谢。好，波波波波都波波，好吧，波波。好，谢谢大家。啊？这个我知道。狗狗大人是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是让你学汪汪叫哦。好，汪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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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是对于东京巡演的这个感受，就是第一次到国外巡演，感觉一开始在下面学了好多日文，就是什么什么全都忘记了，一个没记住，就记住了这个标准句式哇达西哇百星语米对，然后呢就是感觉这次行程还蛮匆忙的，然后大家也挺就是排练什么的也挺着急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吧，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见到你们很开心。耶，白馨宇さん実はとてもたくさん日本語ちょっと準備しておりましたが、ステージの館ら全部忘れちゃいました、ごめんなさいね。で、たくさんこの公演歌を用意してますので皆さん楽しんでください。楽しいください。然后ご主人様是对老公的最高等的称呼好像是。啊，好吧，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小小小慧有智慧，小小智慧是小慧。大家好，我是 SF48 听门土的胡小慧，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巡演啦，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哎，哦，我，哦，大好き。哦哦，谢谢谢谢。哦，我还没有介绍完。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哎，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哎，我是口嗓，那个非常开心这次巡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海外巡演，我本来还以为我这次来不了了就很难过，结果没想到成功了。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见面，可以多多看我们哦。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巡演可以多一点，在各个地方都要见到大家，爱你们哟。谢谢。今回の公演で東京に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いましたが、その公演に間に合えて日本に来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また東京だけではなく海外の他の都市でもね、たくさんのファンに会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
拜拜，一会儿见，拜拜。感谢，感谢我们的成员，一会儿见，一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周香，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日本的东京巡演。耶、yeah ！好的，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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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我学了一下日文的那介绍是，怎么说来着？大家好，完了，空巴吗？哦，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こんばんは、周香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可爱。对不起，对，有一点点小小的不熟，请大家多多包涵。对，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巡演，然后很意外，没想到说第一次巡演就能够来到日本，来到国外就很开心，也希望说之后大家能够继续多多支持我们 SH48 Group， 让我们继续能够去到更多的国家，还有更多的地方，跟大家各国各地的粉丝都能够多多见面的，谢谢大家。耶、yeah. 私にとって初めての公演です。しかも海外の公演になりまして、東京の公演に来てとてもラッキーです。嬉しいです。でそして、皆さんたくさん私たち SNH48 を応援していただき、で、世界中のいろんな都市で皆さんファンに会えるように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我是 SH48 的刘子燕。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ましてじゃなくて、私の名前は刘子燕です。あきちゃん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谢谢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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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あ今日はここで東京でみんなで会えたことをすごく楽しい、そして感謝します。実は2018のこと、那个时候有台风然后取消了。2018年是不是我们的公演因为台风取消了？そう、残念です。这次五年之后、能够成功。5年間待ちまして、今日は成功できましたね。やっと。然后呢，这一次来到日本，听说也有很厉害的台风，当时还特别的担心，又不能见面了。今日もあの直来る直前に台風三三が来ましたのでとても不安になりました。そう、今夜の公演にみんな楽しましょう。そしてあきちゃんの応援みんな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嗨大家好，我是 JNC48 Team Z 朱一心，谢谢大家。耶、yeah. yeah.谢谢。谢谢。哎，哎，嗨，
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好，不不，谢谢，谢谢。不不，好，不不不不不，好，不不够大的。哇，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韩国のファンが来ました。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哦，说用日语说一下。嗯，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ジュイシンです。是吗？あてますか？谢谢。然后这次来其实真的很开心，这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巡演。然后还是挺紧张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舞台，然后有机会也可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多多来中国看我们，谢谢大家。Yeah. 好，还是最后一句，妈妈讲 Daisuki。 谢谢谢谢谢谢。実はちょっと緊張してますので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Hello， 大家好，我是 Gender Forte 的唐丽佳，你可以叫我 Liga。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东京巡演。谢谢，谢谢大家。Desky 是什么意思 ？Desky， Me too， Desky。 谢谢谢谢，好帅，大声一点行吗？谢谢，爱你爱你，谢谢谢谢 ，Desky Desky， OK， 继续 ，Continue， OK。かっこよくて。OK。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Hello， 谢谢。我什么鸡 ？Hello，Hello。什么鸡？挺 OK， 谢谢。OK， 帮我告诉他，我也想他一下吧，谢谢。OK， 还 OK， 还有吗？没有了。真人，你第一次见我吗？你的头上是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喜欢我，谢谢。OK， 到我了吧 ？OK， 到我了，我来介绍一下，刚刚准备了，哎，什么来？哇的，那个米娜，米哦，那个米娜桑。孔巴哇，瓦达西哇，唐丽佳 ，des， どうですか？谢谢。OK， 然后就是讲一下我来东京巡演的感受，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跟潘 MV 一起嘛，所以就是这几天还是玩得非常的快乐，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就是工作完之后就是出去逛街，就是。因为日本其实很早就关门了，就是那些商场八点就关门，所以每次就是要赶在那个之前去买。然后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是到那里就关门，然后连续三天晚上，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逛一下就是东京的夜景，还是挺漂亮的。然后跟我就是因为我前几年也来过日本拍 MV，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反正还是蛮开心的。然后这一次可以在东京就是和大家跟大家表演，觉得就是很惊喜，也觉得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来日本，或者是去到更多不同的城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中国啊，我是 GNZ 的号，然后可以来到广州，当然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的上海团、成都团，还有重庆，还有什么北京，北京。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谢谢我你们可以叫我 Liga， 谢谢。啊，还有啾啾啾啾啾，谢谢。
ね、リカさんは今回 SNH48 の公演とともに実は MV の皆さん撮影に来られたんですよ。で毎日とても忙しい、非常の忙、でもね夜の時間とても楽しみです。なぜかリカちゃん買い物が大好きです。 でもね東京のデパート締まりがとても早くて、毎回仕事終わったら、ショッピングに行ったらデパートがもうクローズ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まあ、それでもね夜の風景とても楽しいんだ。今回東京に来られ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前も東京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もう本当に東京で買い物したりシティワークしたりすることが大好きで、これからも東京もたくさん来るチャンスと、あと他の都市町で、公演ができるチャンスをたくさん、作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哇，好厉害哦！都居然背下来了。好难啊！你说了好多。太牛了。あと中国にいらしたら、ぜひ広州でいらして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広州以外でもあと、いろんな町がありますね。上海も、成都も、北京も、あとこの他覚えてない。剩下的还有一个城市，北京。北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没有了。重庆忘记了，重庆忘记了。对对对，都说全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哎、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韩家乐，很开心来到日本巡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不不，谢谢谢谢。好，不不不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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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我看是什么？皆さん，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韓家乐です。乐乐です。呼んでください。谢谢。好，很开心能够来到东京巡演，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东京。我感觉这个城市真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十分的，就是。怎么说呢，挺开心的，又觉得他们下班好早哦，真的是每天逛街还才我们才结束出去已经没有可逛的了，然后很羡慕这样的生活，然后也很开心能够在日本见到你们，希望能够在中国也见到你们，然后也希望在全世界都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吧，谢谢。父さん初めて東京に来ました、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ショッピングもこれか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有请我们的成员下面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有更多更好的曲目奉献给大家，大家稍等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
制造别人想要的，拒绝白花红了还写上了场，模仿自己的颜色，镜头的花色奇怪的心存着，有什么骄傲的，拒绝被谁想的不可抗力扭曲后期伴奏起无能好的你只影响一直不知道你落败一次锁不起原地有什么骄傲的，我的独特笑着哭着无数声色，用什么活着，成为什么才有资格快乐，比什么制造别人想要的，拒绝被轰轰烈烈还现实拉扯，模仿自己的颜色，心走过后在奇怪的心存着，有什么骄傲的，拒绝被现实的不可抗力扭曲后期伴奏起无能好的你只影响一直放出到底，落败也在所不惜甘蜜，如果人生只有迫不得已，怎么每人都在找寻意义，既然过去的一切不可逆，别自己要失去没关系，是不是变得临时和抱歉来继续，与其听命规定不如等待时机华丽的反击，Tell me
Don't want you to change me 寂静中的呼吸并且消失的意义模棱两可的表态好奇心也变成冒人突兀的存在承认天赋与生俱来并非平等却不甘于被迫接受平庸人生总有一点冲动可以打破永恒哪怕被放过无力控制我顺从成了调节方向麻木的眼神像是失去血不值得自豪火苗从
情的舞蹈，舞台更留下记号，此刻开始给我听好。 Scream out Lick up Ba la ba ba Tongue out Scream out Lick up Ba la ba ba Scream out Don't you wanna burn it out Don't you wanna Don't you wanna burn it out Don't you wanna Don't you wanna burn it out Don't you wanna Ba la ba ba一把刀最早的了傲他丝毫不知道人心长出了招纯白无邪的羽毛外表越是低调越想不到每个拥抱都还是警告世界很糟脸上背后勾心斗角迷惑的脚最证明他是欢天的谁在说到最后的一秒再接受心在烧的目标他看不到天使的圈套我们挥霍虚荣的骄傲一步步用爱消耗一幕幕清晰和忘掉这是天使的圈套自我保护要狠心做到没什么大不了什么玩笑绝不会动情求饶催眠的符号对上眼逃不了他丝毫没预料人心会向你找他丝毫温驯的野猫怕心穿越岁月下水道想想有时候宁愿不知道世界很糟年少背后勾心斗角迷惑的招最致命的手关电脑谁才是王道最后的一秒心在烧的目标他看不到天使的圈套我不会忽视虚荣的骄傲一幕幕用爱消耗一幕幕
亲自与自己会，世界变得存在。
楽しんでますか？开心吗？这演出怎么样？开心。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个互动环节。これからちょっといきなり特別セクションドッキリに参ります。皆さん盛り上げましょう。わー。じゃあ皆さんアニメは好きですか？嗨，安妮在说什么？安妮，安妮喜欢动漫吗？哦，喜欢吗？好きだよ。好きです。大家喜欢动画、动漫吗？アニメ好きですか？アニメ、アニメ、yes。なん、どんなアニメ好きですか？喜欢看什么样的？剣を、剣を、あ、神さん、なななな。哦。又听不懂啦！喜欢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动画片？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的环节就是有请你们来模仿一下动漫人物的台词。アニメのキャラのセリフを真似しましょう。どうですか ？OK。準備できました？准备好了吗？ Yeah. 我还是蛮期待，就是我们菲菲，你会都说哪个动漫里面的那个台词？我要期待一下六六，我也很期待六六。就是要从我先开始吗？六六很适合那个 Nico Nico 你，我已经暗示他了。Nico Love Love Live， 大家有看过吗 ？Love Live Love Live Love Live， 啊，他 Nico， 干嘛的吗？没事的，没事的，来吧 ，Nico Nico 你。あなたのハートはニコニコニー。哇，可以！好，刘丽飞来模仿一下。模仿刘来，一种。你也来，一起一起。一兄。重复，摸摸几多？摸几多？一兄弟，一兄弟，一兄弟。谁呢？ニコニコニー。あなたのハートはニコニコニー。哇，可爱ですね。可爱ですね。开心ね。じゃあ、冰冰，冰冰有什么想要说的那个台词？等一下，我的那个日文名字叫冰冰吗？真的吗？瞎猜的是吗？本当にですか？水水，那我们叫他蜜子酱。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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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蜜子酱蜜子酱啊，好可爱哦！蜜子酱啊，蜜子酱。我其实最近看的比较少，我能想到比较就是有特色的，哇酷哇酷。
あ、アニアさん、アニア、アニア、知道吗？あんまりすごくアニメ最近は見てないんですけど、多分忙しいんですけど、ワクワク、ご存知ですか？ワクワク、アニア、アニア、アニメの名前は？知っていますか？スパイファミリー、スパイファミリー、間谍过家家。很可爱吧？来吧，大家要再来一次吗？叫一起来一次吗？再来一次吧，丹妮和你一起吧。我们用那个那天我们去女仆咖啡厅的时候学的那个，没那天特别搞笑。我们第二天要排练了，然后呢，就是在想，哎，我们都还没有复习，明天马老师不得骂死我们？好，这时候突然人群中有一个人说，如果明天马老师骂我们，我们就 my my Q。可能会被他骂得更凶。就是女仆。メイドカス、メイドキサ、メイドましたね。だからこのメイドキサの、あのこういう、モエモエ Q、啊，还有喵喵喵什么？他们有去过吗？我们可以让粉丝跟我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吧。大家一緒に、皆さん一緒にどうですか？一緒に、一緒に。メイドキサ Q、メイドラプ。せーの、モエモエ Q。对，真的有看到大家在很认真的在对着我们比心，谢谢大家，那丹妮呢？我喜欢看那个 One Piece， 海贼王，海贼过你，海贼过你，海贼过那セリフどうぞ。セリフ海贼过你，俺はなる。哦，还有一个，俺は海贼过になる男だ。但是。这个应该是男生说的吼。对，我是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丹妮，你刚刚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不是女生要说瓦达西，瓦塔西，瓦塔西。女の子は俺は使わないですよね。何を使うんでしょうかね。瓦阿达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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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西。哦，阿达西は海賊王になる女だよ。どうですか？どうです？すごい。掌声。OK 的 ，OK， 准备的很多。菲菲呢？我的话就是最近就是奇卡哇很火嘛，奇卡哇很火，然后我很喜欢你们吉一，然后喜欢他唱歌，就呜呜哇哇呜哇呜哇哇哒哭哒哭加哦，就大概是这样子。可爱，似てますかね？どうですか？似てますか？可以让他们跟我一起学吗？可以学一句。皆さん一緒に真似しましょうか。教えてください。呜呜哇哇呜哇，呜呜哇哇哇呜哇。もう一回。も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せーの。好可爱，好可爱，大家都好配合。我还就是有一个粉丝，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日语中不是有很多很有名的打 call 的一些话。一起棒，卡哇伊。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叫练口哨呢，就是应该大家都会学那个一代过多卡阿乐一代哟，大家会吗？六六酱，卡哇伊哟，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ばい好き。いいなね。伊美萨吗？哎，这个好少听见哦，这个很没有听过，没有没有。那你们一般听的是什么？平时呢，一级棒，卡哇伊哟，命意。对，叫这种，对，嗯，但都有，只是说篇幅不一样长。但是今天大家应该有憋住自己的本性，没有办法打 call 吧？但后面应该会有打 call 的曲目了，所以大家准备一下你们 ，OK， 你们的荧光棒要听听。我想听哎，想听一个。有一个练口哨，我们给他们，比如说我们唱一首歌，然后让下面的粉丝打 call 怎么样？就是比较适合打 call 的歌曲。新航路，新航路，大家会打 call 吗？新航，会呀，会。不会，梦想的旗帜会。梦想的旗帜会议，怎么了？你们都是插队粉丝？是吗？对呀，对呀，我们插队粉，啪啪啪。素，我们可数。SNH X48 的成员。OK， 谢谢你，丹妮酱。那哎，就是哪一段会有比较有 call 一点呢？其实一般从前奏就开始了啦，就大家也不管我们在唱什么了啦。虎火发动，嘿呜嘿呜嘿呜嘿啊啊！一走，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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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没有歌都能抠出来、这个你来唱一下。电光火石间，把胆怯消灭，情志不安在心底蔓延。氧气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在这么热烈的氛围下结束吧。我们还有后面，我们把那个动漫完全自主化了，已经融合在一起了。那么，请各位成员台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去还有几首很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还会有互动环节，大家不妨期待一下哦，谢谢，拜拜，待会儿见，拜拜拜拜，马达内，拜拜拜。夢を邪魔され風のせいにしないで癒し険しほら親しい言葉の中に隠れ騒ぎ出す傷が結びして刃の跡隠す甘い言葉指の間に隠れるようなもう見逃せない心や気持ちが読めないオペレ君で僕は必死に
し言葉の中に隠れ騒ぎ出す心が恐れを燃え尽く The time like this space go right Can that pain taste right The tag lies still like French fries How we could love me 只要与我在手中这气氛的选择不希望看到第三人间一
皆さん日本語の歌いかがですか？大好きですか？じゃあ次の特別セクションに入りま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互动环节，我们的妖精 ending 大作战，妖精 ending リラ，ラリですね。ごめんなさい。这个规则呢，就是我们会在台上放出歌曲的副歌，到副歌最后结尾的时候，有请成员做好你们的 ending pose。そう、ここでステージで、曲のサビを流します。サビの最後のシーンエンディングポーズを、メンバーの皆さんに決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ですか？じゃあ楽しみましょう。 OK、順番でいきますか？你们一个一个、从最左边。那么要包成一个半圆吗？可以啊，可以啊，跳的人就是到中间来。那跳舞的在中间吗？跳舞的朋友就到中间来。OK OK， 耶！椅子你还要坐着啊？你，我们就站着看。好吧，那我们第一首歌，来吧，我们包需要一个椅子。哦，什么意思啊？坐着跳。有需要道具的。哎呀，需要道具啊！有的可能需要道具。もしあの。椅子道具として使う場合はあのセンター使ってください。那我们从第一首吧。好，先に第一首。第一首。一曲是绝道的声音，就为这一切跌宕的记忆，看不见的拐杖气味，彷徨在寂静之中被踩碎，要贪婪占有。时间流动前方，往正前方看。好好燃哦！好，下一个是谁呀？我们一起下去。都藏在我身后，嘶哑的热火。开始了，开始了。You better for me right now. Watch me, you better instantly catch me. What they say, you never stop calling no party. 想挣脱掉无言和圈套，成了一时下了个寻找。非常的卡哇伊。
漂亮，挺可爱的。OK OK， 我就不用了。OK， 好。OK， 非常期待下一个。OK， 没有。更贴近我这曲，帅气的歌，你要陪我一起唱。红颜祸水游戏，权谋纷争在身后，王朝秘书一定。你舍得好美丽，不诚信念情和剑全都化为灰烬。穿越后还踪迹，我想要看透透心，或许你给的心。自破王朝宿命，是否我应该知足于权力之上堡垒？hold 住啊，多来几个。我的小心 pose。哦哦，很棒。Okay. 掌声呢？哇、wow. ！怎么是一首帅气的歌曲？我今天穿的吗？不一样的感觉。OK。对，挡不住你的帅气。かっこいい歌です。皆さんかっこいいと思いますか？还有没有かっこいい的歌？かっこいい。次，其他人。让月色掩盖，不及爱中的期待，用遗忘替代，好不屈，好坚决，好抗拒。让月色掩盖，绽放之后的苍白，用遗忘替代，爱的夜晚飘出爱着光的灿烂。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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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你喜欢的？你说教下我那个，好想学，就很帅。好的，下一趴。不错，太美了。百姓，你不会是那个吧？不会是那个吧？小裙子，你穿小裙子，好期待，是吗？还真是刚从的你。大家给粉丝犯傻一下，收到了吗？ハートもらいましたか？收到了。OK OK， 到我了。我希望就是会这首歌的，就是咱们一起跳，好不好？我觉得大家都会啊。我们对，来，我们往后。Baby like it to me, baby like it, baby like it to me, baby like it。我们一直相信，勾勾手就是约定。
下，因为他很快乐，对，因为许阳一直唱他。好，我发现你们跳舞的时候都超级光彩照人啊，就非常的开心，确实非常开心，大家看得开心吗？Kimi pose 最后 ending 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就是感觉很好。ending pose の時どんな感じですかって、いい感じ、気持ちいい感じ。感觉 nice 美美哒。对，感觉美美哒。对，好，多来。想让自己的 ending pose 在这个光最强的地方，然后表现出最漂亮的脸蛋。哇哦！对，要在一番スポットの当たるところでエンディングポーズをすると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哇，感觉没看够啊，真的没看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请稍微休息一下。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拜拜。そう。谢谢。那我们请这一组成员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去的环节互动环节马上再上来。刚刚呢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聚光灯的下面的一个 dancing，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呢是要体现合作精神。那么接下来一组成员有请上台。さっきは個人のスポットライトのすごくシャイニングスポット入ってます。これからのセクションはやっぱり皆さんで一緒に頑張って一緒にこういう、関節を完成するセクションになります。好、谢谢。那么接下来的环节是我们的、dancing猜环节，叫猜那个跳舞的音乐环节。那么我们的规则是由最靠近我的这位成员首先看大屏幕上面没有音乐的舞蹈，然后呢，在成员旁边复述一下这个舞蹈的动作，一个接一个传下去，传到最后一位成员，然后说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台下的伙伴、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能出声，不能提示哦。OK、これからね。OK、那我们现在开始。现在开始。まあこの後ろのスクリーンで曲のダンシングを見て、そして1名様のメンバーが先にダンスしていただき、徐々に一人一人ずつ伝送して、最後のメンバーがその曲の名前を言い出します。多分簡単じゃないかな。じゃあ楽しみましょう。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曲。来，我看吧，我来看。其他人闭上眼睛。不能翻看后面。后面就好了吧。什么歌？哦。台下的反应。这反应你们应该也不知道。OK。确实感觉是不是有点冷？已经 OK 了，非常非常简单，来吧。哦，开始了。该不会是？哦 ，OK， 哦，你一定要稳住啊，很简单的，来吧，到我了吗？来到你了，好，是什么呢？哦，再来一次，还能再来一次？会跳真尴尬呀！没事，有那个标准动作。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可以理解。哎，等会儿再啊啊！你看我表演完。啊好。哎呀，这么长，我有点记不住了。来吧。好。哎，什么来着？不要告诉他。他给你上难度了，说实话。说实话。我可能都猜不出来了，我也猜不出来了。说实话，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我觉得我只能负20%的责任。我0%。你考验你俩默契的时候。来吧。是吧？我是不是唱过这首歌？也许我不知道呢。Oh my god！
我知道了，熟悉，我觉得已经滑铁卢了。好，来吧，谣言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我跳的好。哦，都这么明显。嗯，朱砂你不知道、我忘记了。啊，我知道你了，加油。怎么来的？这些妹妹 ，no， 没了啊啊！对，恋爱告急。哇！哇！哇！厉害哦！难得我就知道这么一首歌。天哪！不多一点。我想采访一下刘震业，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猜出来了吗？问题出现在哪了？真的吗？我都加上我的理解了，就是你。没有，其实他是那个，这个很明显，是吧？啊，但是我觉得最明显是这个，就是推手的那一下，那个是他加，那个是刘震业自己解决，是吗？那我想看一下王毅，你刚跳是什么？王毅，你现在情景重现，我学周诗雨的，嗯。嗯，怎么变成这样了？拍肩。一头和一尾就吃掉了。好吧。哎，我们要不要打乱一下？打乱一下，行吧？对，我们换一个头尾，就是自己随便站。OK， 好，那我在这儿保站。怎么站？我不要第一个，最近的位置。好吧，那我来一个，跟着你来吧。都不想最后一个猜。好，那曲好，好吧，太简单了。确实，来个男的，来个男的。OK， Spring ready。看一下你们的表情。完蛋了，我跳过，但是我不会跳。他们肯定不知道什么歌，表情非常迷茫。你们不能说，不能偷偷说。OK， OK， 好，学习完毕。学习完毕，快关掉呀！自己增加难度。这啥呀？好嘞，难的是好复杂。可是哇，你怎么跳了？他肯定知道什么？啊，还没跳完呢你！啊啊，很简单，簡単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只有王毅跳对了。好，我来。没事，我们讲话吧。你绝对知道。我们跳的舞是那个完形填空，只对了几个动作。完了，我忘记怎么跳了。真的？这是什么？哎，好像知道。哎，哦，再来一遍。我不记得了。我再。哦，学一下哈，你说。好，我会了。好，你看好啊。哦，我知道这首歌，但我没跳过，完蛋了。没事，你向他，你告诉他，大家一定知道，对，你知道吧？我知道，但我觉得简单几个手势，手势。不好意思，他是四川人，简单几个手势，在家应该就知道，都不需要做动作。真的吗？真的，你必须知道，来吧，这手势。也太简单了吧？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吧？现编手势舞是吧？大家知道吧？大家知道吧？你跳过的，我跳过。嗯，他跳过。应该是对的吧？我跳的。要记住这个点，六六六。哦，六六。啊啊！你应该去拍过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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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你先说出他的名字，你记得名字吗 ？Lovely Echo， 名字吗 ？Lovely Echo， 哦，对吗？对吗？爱的回响，我想要说中文。爱的回响，好耶！恭喜，厉害！就所有日本的观众都学会了一个中文字，哦，这是。恍然大悟的意思。そうですね。那我们再换一下，再换一个。更新一下难度。我想要周诗雨头，王一伟。啊，我猜。那我猜。
那我要在中间，那我要在前面，那我看我第三，我看我要在中间，那我在这儿吧。怎么换来换去又在一边 ？OK OK， 先让他们俩好，看来吧。好 ，music， 哦 ，music 没有。什么啊？什么啊？该不会是？该不会是？该不会是？说实话，这个我还不会跳呢。哦啊，你不会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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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简单。你不会跳？这个有标志性动作。好 ，OK， 嗯，别太简单了。那给周旭一点难度吧，咱们加点难度。我会加点动作。来，该加点假动作。一下子识破了，就让我就是有点体验感。你那么聪明。Yes， 懂了吗 ？I know。什么个事儿？哦哦哦啊，是谁跳这么好 ？OK， 来吧，我要给你无实物表演。还有道具啊。哦、OK OK OK， 来吧。掌握了，这是一个有道具的舞。是什么呢？有道具的舞。啊，真的很简单。真的吗？真的。真的。哦。重点在于我要想一个难度。好。好，还不难。好好，你别给我增加难度啊。给来的 popping。来。太难了吧，这难度有点略难。好来。好。哎，你就懂了吗？学会了吗？你们知道了，这个周畅绝对知道，没了，对，没了。哦，我知道了，好，知道，好，标志性动作，啊，对，是，好，那我不是，是，你不要告诉他太多，就讲。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公主披风，左手拂袖，右边回首。好吧，太简单了。哎，跳都是大家很会的，对吗？那我们要不然来一个难，就是没有难度。姐姐，你要不当第一个？哎，我也觉得可以，来吧，来吧。我也觉得可以，来吧。就是你要，就是用自己的理解，你来吧，来吧，来嘛，来嘛，你这样是让姐姐现学呀？一首你。dance， 我要记住一下什么就是标志性动作，对不对？对，没关系，我们那你就看到那个到时候你们就盲猜了。那谁做最后一个？来，我们最聪明的水水，那我来做水水脑子里做最多，对对对，水一下猜出，都猜一下水水到了，水水是活化石。可以，来吧，有可能动作不标准，他都知道。不可能哦，水水活化石，我是从远古过来的，就是。来吧，真的完全没有彩排过，我完全不行啊。对，该不会没事的。get 两个动作这样子就可以了。OK， 没事的，我们相信水水，相信姐姐。哇，什么呀？什么呀？不会是 B 吧？为什么刚刚歌你们都不惊讶？对哦，这个舞这么大，肯定很难，对不对？这个是 CP 曲。我期待了。啊？不是，结束了吗？可以吗？我只能意会啊。OK， 对，我只能意会了。靠我们言传了。お願いします。动作传。お願いします。啊！哦！是这个动作吗？哇！啊，真的！哇！厉害的雷吗？好厉害！虽然没有看到，但是觉得很厉害。来吧，来吧，过嗓！加油！来吧，顶大赛！好，我来尝试一下。好的。有可能是。细血毛。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是吗？但是我完全没有猜出来，但是我复刻你的动作。OK， 那加一个吗？姐姐跳上瘾了。OK， 到底是什么？好好奇啊。OK， 来吧，来吧。
到我了。好了，这样。好了，好了。这个是真的有点猜不出来。那你，哎，我是不是少了个什么动作？你再想想，你再跳一遍。没有，没有这个。越想越忘了。刚刚对了，就对的，刚刚是对 的。你再来一次。然后呢？听到一声叹息声啊。看来这个真的很难哎。好，我大家都再一遍。摸一该。怎么感觉大家渐渐沉默了？刚刚还很激动。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越来越还原了？不是，说明越来越奇怪了。就这样，开始编舞。我好疑惑，我好好奇，我们有什么？草裙舞啊啊谁先靠你了，等一下，没有，没到，还没开始。好，就是，然后呢，等一下，先过去，行吗？完了，好迷茫，没关系，加油，就这样。我知道了，还没到呢，来吧来吧，没到，来吧。很棒。没了没了，我只能说加油，自求多福，真的。来吧来吧来吧，睁眼吧。没了。哎，有这么一首歌。 好眼熟。对，眼熟很眼熟。这你都能眼熟？这不是这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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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来吧来吧，是这个动作吗？我可不可以申请姐姐给我表演一次？好，姐姐来表演一次。我给他们是不是有误导性的信息？没有没有，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对，是吗？代表性的动作是我猜到了，我知道了，真的吗？真的假的？是那个吗？小熊恰恰恰是那个吗？是那个？是四个字吗？哎，你别说出来，水水来，水，你元老，你说你跳过，春夏秋冬，这都可以，元的，那这个是什么？元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刚看你们那个上面戴了一个耳朵，戴的耳朵。哎，可以放下，就放下，放下这个视频，还音乐，音乐一起。是国风的吧？啊，对对对，应该是戴的耳朵。该不会是我？哎，是我。不是的，其实是我随便乱猜的。すごくないですか？応援ください，掌声。哎，水水掌声。姐姐是不是跳的也很好？是的。谢谢。你们真的是对每一首曲子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能够看得出你们台下一定是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粉丝们再给他们掌声好不好？耶耶。来，还有曲目吗？最后了。没有了。OK， 好。我不能再说折磨了。OK， 好，请大家下台休息一下，我们还有更好听的曲目献给大家。OK。
分心手，命运最后将理想过成为虚构，渺小希望逐渐在荒漠里生锈、哦、这场战争里没有所谓绝望和败口，我不臣服哪怕末日当我我的钢铁天下楼化成你心的狂兽，冲破所有束缚和一切诅咒，在光暗之间游走，向真相随天命走，在前进中笑容都成为奢求，把心都被强制接受，再无黑夜白昼，命运最后让残酷不需要借口，剥夺身为人的理由，将信仰解剖、哦、这场战争里没有多绝望和白口，我不臣服哪怕末日当头，
家好热情啊。今日今晩六本木はなんか甘酸っぱい青春の空気漂ってますね。今天我们在六本木好像呼吸到了酸酸甜甜很青春的空气，非常感谢 SNH48 带给大家非常非常棒的公演。本当に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也希望大家守护着我们 SNH48、希望今天能够成为他们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从今天开始。谢谢大家。まあ、守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て、今日は新たのやっぱり青春の旅立ちが始まってますね。非常感谢。那么今天的公演呢就到此结束了。最后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合影，那么有请我们的摄像师傅来到台前，然后我们向后转好不好，跟台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一起合影。这么一排吧，要弯一下吗？准备好了吗？要喊一下 cheese 嘛，喊一下口号嘛，要喊一下口号嘛。3、2、1 cheese！ 大家动作再大一点好不好？能够让我们的电那个摄像机看到大家。OK， 把牌子都举起来。3、2、1 cheese！OK 了吗？哇，好感动啊！荧光棒挥起来 ！OK， 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非常青春、非常浪漫的晚上。有一点点难忘啊，有一点点难舍难分。那接下去我们的会场到此是公演的会场到此结束。非常不舍。我们的合影券的宝宝们，待会儿请到二楼集合，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静，因为现在已经是日本的时间9点以后了。那我们请成员稍微下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更精密的可以跟大家进行互动。感谢你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これからステージの公演はここで終了いたします。で握手券と写真フォトスポーツ券、写真のフォト券をお持ちしていただく、皆様は2階に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う夜9時なのでちょっと皆さんできるだけ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メンバーの皆さんちょっと一時期休憩いただきまして、またこれからこれから会いましょう。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
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静，因为现在已经是日本的时间9点以后了。那我们请成员稍微下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更精密的可以跟大家继续互动。感谢你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これからステージの公演はここで終了いたします。で握手券と写真フォトスポーツ券。写真のフォト券をお持ちしていただく、皆様は2階に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う夜9時なのでちょっと皆さんできるだけちょっと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メンバーの皆さんちょっと一時期休憩いただきまして、またこれからまた会いましょ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